我叫王子晨，我是来自塔吉克斯坦。然后2019年的时候，我来到了中国。到现在已经4年了，我在中国学习汉语，在宁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。从小时候一直想的是来到中国，然后高中毕业以后，我打算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。学校有时候给我们举办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搞活动，一起我们交流。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一些古筝、武术、还有书法这些课。这些课让我们更了解中国的文化。这几年，中国和塔吉克斯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越来越更多的塔吉克斯坦的学生来到中国留学，学习中国文化和学习汉语。我希望，以后更多的留学生，更多的中亚的学生来到中国留学。还有一个多月我要毕业了，然后打算在一家公司继续上班。这家公司做的是中亚物流，因为在一带一路倡议给中亚带来了很多机会。中国中亚峰会马上要开始了，希望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，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在各个方面越来越发展。